原来你对你现在负责的高端旅游线路都还满意吗？我最近出现过一次失误，但游客满意度高达90%，并且从来没有接到过投诉。你的第一份投诉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这次所有的航班信息都是你亲自核对过的。 为什么在这次行程中出现了5张压根就不存在的机票？如果不是我提醒你知道回来的话，你是打算让这5位客人在机场睡一夜吗？对不起，秦总，可能您刚来非途并不了解，产品不只负责线路安排和食宿选择，所有预订机票这些具体操作都是由采购部直接跟供应商跟进的。这次日本的机票出现纰漏，我也很遗憾。 但是我认为，说到底，你就是认为这件事情不归你管，不归你管就可以做甩手掌柜了吗？产品上出现任何的疏漏，都是你监管不力。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的话，是，我是疏忽了。接下来的会议你先不用开了，拿上你的东西，去采购部那边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，同时停止与这家票务代理的所有合作。 并且让他们赔偿这次所有的损失，回来以后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。去吧，还不走。